骗子。已经有故事了。应该不会挡住吧？认真啊，应科的，加油！对同学出力啦！后面。这场是英科对关一丙，关一丙和英一乙，好，这已经下半场了。对，下半场了。好，他等一下下一场的时候，你再帮我靠近摄影机一点，然后就说是。哪一个班级对哪个班级？靠近摄影机就好了。提示我一下。要好。他射手。洋葱的背。拉人白字。黄色拉人。哇！青菜飘飘也都进了。我们上国中的那个计较班级，你们应该要比下半场。他都不抓自己脚。他说什么要靠近我？靠近这边一饼，一饼，一饼，就可以了。哎，耍了，可以耍了，太夸张了，耍人来没劲。好家伙，太扯了，投了两分了啦。好好好，亮亮，大姐，杀分球了，输两分了啦，慢慢玩。三分啊，十三分了啦！哎呀，怎么运的？射哪里？有射到这个可以，他去哪里了？那个旁边那个，我说那个摄影那个，你知道吗？甲不是在上面比赛哦，一乙，哎，陈定打头，哈哈哈哈哈哈。